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说到黄家驹，他是不少人心中的偶像，然而因为天妒英才，他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的每一首歌更是被人们传颂，他的歌曲都是充满正能量，是一种精神信仰，也有着标志着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他有不少的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经典作品吧。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第一首真的爱你。黄家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，黄家驹的歌曲旋律真上头，歌词很有想象的空间，一听就会上瘾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。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总是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。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首《冷雨夜》。这是 Beyond 乐队的作品，由黄家驹作词，黄家强演唱。这个乐队是80年代华语乐坛的重量级人物，他所组建的乐队在当时也代表着摇滚乐的制高点。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，只坚强地相处。第三首《灰色轨迹》。黄家驹有一首歌很出名，那就是为刘德华写下的这首《灰色轨迹》。这歌是 Beyond 乐队遭受工作低谷期的情况下，到现在早已爆火30年了。在那时候那类情况下，刘德华或是邀约他来创作歌曲，真的是独具慧眼了。这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，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不想你灭去，只想拥有多少的理想，还离不开种种困忧，勉强去掩饰失意的感。第四首《午夜怨曲》。这首歌让大家感受到了黄家驹独有的怨曲风格。纵观黄家驹的音乐作品与人生，听众会发现有一种雄浑激昂的力量贯穿始终，引发年轻人共鸣的特色歌词。总有昨天打碎我的心，忍过过去应压了的手，我与你也彼此一起艰苦过，写上每句冰冷冷的诗，不会放弃高唱这首歌。我与你也彼此真的相识过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。
第五首《光辉岁月》。虽然黄家驹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可是他的歌曲有穿行时光的工作能力，被成千上万的歌迷传唱。即使他的歌迷一代一代的老去，可是他的歌至今依旧是经典。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对于本期视频你有什么看法，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明天再见。